grown.现在呢，靶机的红外光源已经点亮了。我们的两名副射手已经撤出了发射架，主射手开始瞄准目标。导弹发射了，发射每红外诱饵已经发出，正中目标。整个过程非常的快，大概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场面非常的震撼。各队，您的报告工作情况。我们的导弹完全没有受到诱饵的干扰，直中靶机。